人家说不穿的衣服，你非得让人穿，你瞅瞅。不是，你再等会儿，你干啥？这他一抖了，他就开。你别让人瞅着，你就是个抖了啥？你没事，你抖了他干啥呀？那往这一坐，他就开了。你别往这一坐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咱俩一会儿走的时候，你用手给我挡着点儿。哦，咱一会儿并排走的时候就挡着，你就这样式的，就这样式的。他们都看不着，要不咋整啊？非得让穿破衣服。你别抖了，你说你别抖了。啥？干啥？都你挑的破衣服。我可没挑啊。扣给我系上，扣这扣也开了。这个。行，别吵。非得让人穿这衣服。小点事儿，小点，小点事儿。走啊！说给我挡着呢，快点！这这谁的？不是你这是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这不非礼勿视的叫走，掩耳盗铃那属于走，别笑，这都行吗？走，快点，这。抖音。